贾斯洛入行50周年兼庆祝70岁生日，呢晚佢喺文化中心举行慈善演唱会，系圈中人缘超好嘅 Louis 呢晚获大批好友到场支持，好似有林子祥、卢海鹏、廖安丽、邓英敏、韩玛丽、杜燕哥、毛舜筠、陈万娜、薛家燕、肥妈 Maria Cadero、黑妹李丽霞、吴丽珠、韦以山、黄子雄、颜米高、陈敏仪、刘天兰、李浩林、Harry 哥哥、李洛斯、陈荣俊同太太吴香伦、欧瑞强，就连行动不便嘅余毛姐余毛莲都撑住拐杖嚟支持。而有一班好耐冇喺幕前出现嘅朋友，亦预先录片祝贺 Louis， 当中包括前女友迪宝拿摩亚、杨宝玲、刘美君、杜丽莎，而迪宝拿摩亚更专程返港支持 Louis。被友爱包围的 Louis 由多位女 dancer 陪同下闪爆出场，染咗金发的 Louis 真系点睇都唔似70岁啊！呢晚 Louis 亦请嚟唔少嘉宾同佢一齐上台 jam 歌，好似有韦以山同黄子雄、颜米高、路云娜，仲有打头阵出场嘅 Alam 林子祥。Lam 哥我就真的認識他很多年，哦，喂，我50周年了，啊，你50周年，是啊，還要是我70歲，啊，你有70歲，我說是啊，做什麼你這麼驚訝，他說那你都70歲了，那我都70歲了，那麼上下，你不像喔，啊，那是，那我感恩的，哦，那什麼時候做啊，我說是幾多號，啊，來啊，來支持你啊，但我不會唱得，多，我直力都是你安排我早點唱，我說為什麼，我很早睡覺的，哎，好了，所以我為什麼今晚就安排他第一個呢，就是因為他早睡覺，就是這樣。這晚這麼 happy， 所有朋友當然要一起上台跟 Louis 慶祝生日了，連 Louis 的姐姐都特地飛回來，現場真的很虛撼和熱鬧啊。我俾自己9.5，咁啊嗰個0.5啊俾人哋俾啦，我講得很好噶啦。你都見翻好多好朋友喎。哇，幾廿個，你諗下喺台度，我一呼籲有好似50個，係啊，有50個上曬嚟，好難得。
好開心，所以我覺得今晚呢一個 concert 咧，我永遠永遠記住，會留喺我心度。有機會擔任演唱會嘉賓嘅顏米高講笑話，收到邀請時差啲以為係詐騙電話添，真係搞笑啊！做完 Louis 嘅嘉賓之後，顏米高又要為自己同粉絲嘅約會好好準備下啦。唱自己喜歡唱的歌啦，因為我覺得都是即係我哋嘅叫支持者活歌迷活動啦，咁唔係玩複雜，唔係玩複雜嘅，唔係玩複雜嘅。如果文軒嚟咧，就複雜啲咯，揾啲嘢複雜啲咯。文軒唔嚟嘅話，其實都複唔複雜都冇所謂啦，係嘛？冇關係啦，係嘛？咁所以係咯，諗下啦，係啊，轉頭打俾你啊。多謝多。